本拿过来。58分，预计个60分还差2分，那你可以啊。你说你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梦游了？你别说了，你怎么不问我是这满分是多少啊？哦，那满分是多少呢？150。你不把你打成妈妈我打死。别冲动，你怎么不问我们班最高分是多少呀？哦，那意思是这回考试题挺难的。那你们班最高分考了多少？149。那出什么意外了？影响你考试了？没啥，就是监考老师一直盯着我。我要把你回炉重烧了！别冲动，你就不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我的吗？那肯定是我的呀，要不然我怎么给你签字呀？滚！陈翔六点半。